来，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手机的部分，我们分为三个阶段，我们来衔接的前方手机拍完的，我们就先放下来哦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，一二三，好，手机的部分，来，我们麻烦大家稍微往下蹲一点，我们让我们后方的摄影媒体朋友大哥们可以来帮大家捕捉一下画面。来，我们手机先放下好吗？我们前方手机的好朋友们，来，我们手机先放下。来，来，来，让我们后方的摄影媒体朋友可以帮大家捕捉一下更完美的画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后方的摄影台上的大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正前方。来，我们手机的部分，我们手机的部分，麻烦手边再举起。